你老拿着，你老拿着，表情一做，我是随机连麦，对呀，你老拿着。怎么又是你的？这这这难活了呀，烦死了我都。我一天天我都烦死了，你就知道我认字，我不能看你脸，反正我媳妇不给我看你们。都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心比较善良，你知道吧？我媳妇不给我看直播，看我不管连到谁，我都会给他下掉，懂吗，兄弟们？哎，没办法，老麦是什么主播啊？我是跳舞主播。哎呀，你怎么连的都是跳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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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别玩了。你这什么时候跳的是什么舞蹈？平常？就是你们喜欢看的那种。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哎呀，你后面那个灯好刺眼啊，你去关一下吧。哎呀，是这样。哎呀，等一下啊，这个等一下。哎呦，这个关掉之后，我感觉这个。他这个就是已经不行了，有点暗啊，开开吧，打开吧，嗯，打开吧，嗯，可以可以，好的，非常好非常好。我叫你从头去吗？哎，感谢我大哥，大哥你不要塞我卡，塞呀，大哥别慌，大哥别别别别别别，大哥感谢我大勇哥，谢谢我再次去闯了，我表情很正常，知道吗？这个是广告舞啊。哎呀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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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你成哪样？大哥，你过来等一会儿，快点，你这个。这什么？这呀、啊啊！哎，那个礼物我都没见过啊。我表情很正常，我表情很正常，要正常的表情，我表情很正常，要我笑成这样，你笑我这样啊？好嘞好嘞。表情表情，注意你的表情，像我这样。你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就不行，不行，就不行，忍住，忍住啊！正能量直播，你是什么主播，老妈？我是跳舞主播。这样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刚才我今天这个直播间格外的严格。刚才兄弟们应该都知道，刚才我跟一个女生连麦，那个女生跳舞跳舞还封号了。封号了，所以你现在就这样坐着是最好，就这样。那我坐着跳还是站着跳啊？哎，站着跳吧，站着跳，你坐着怎么跳的，对不对？我又可不看，你不让你就看天上。你看兄弟们，这个老麦，我跟你讲一下，我哥有媳妇了。为什么小网都说等会儿会封号？你们是不是官方的？这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不会不会不会。不会，你这啥呀？你这不行，老妹儿。站起来跳吗？对呀、啊。封号，快封号！太给我紧张了。你应该没事，你因为你离得太近了，搞的应该。你把你这个部位离那么近，你肯定会那个呀。你远点就没事了。离远一点吗？嗯，对。行。别浪费时间啊，嗯。对，你远点就没事了。稀罕的。我走。行吗？真敢喝！还那么狠。好久不见，四四姐妹。老妹，这个我这个我今天心情糟透了，能不能让我心情愉悦一下？
前方高能，那你想怎么愉悦？我给你讲笑话。这个你自己吧，你自己来吧，你可以唱歌啊跳舞都可以。那个不知道，他好像封号了。我觉得你肯定不喜欢唱歌，所以我给你跳个舞吧。其实我喜欢听唱歌，行吧？我这样，我喜欢听唱歌。你喜欢听唱歌是吧？对，他喜欢。你喜欢跳舞还是唱歌，老妹？我喜欢跳舞。不要这样，人家喜欢就是他喜欢的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咱们不要为难别人，别人喜欢跳舞，咱们跳个舞啊，来。如果你们觉得他跳得好，跳古典舞，是吧？你们要是觉得他跳得好，你们就来点个关注；觉得不好了，就不要来点，可以吧？好。不要跳，我们要跳正常一点，不要跳那种就是特别那个的啊。我说你好，开始来，开始你的表演，老妹儿，兄弟们加个粉丝团呀，兄弟们。点一下咱们上面的小黄心，可以加咱们的粉丝团。对，点上上面的小黄色的心，我找手就可以加了投一个抖币，咱们直播有通知，就可以加我的粉丝团了。加粉丝团了，我直播你就能收到通知了。不卖我怎么了？我就卖不下去了。我卖了，我都觉得都要吐了。我卖，没法卖，没法卖。跳得非常好，跳得非常棒，跳得哇塞哇塞真哇塞。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舞蹈啊，